我虽然已经年过30，可是我还是依旧很喜欢可爱的东西。啊，暴力熊化妆包哎，还真难跟时尚名媛摆在一块。她一身劲装搭配抢眼的红色手套是有原因的哦。年过30会脱，那你吃饭也戴着？吃饭因为礼貌我会脱掉。可大家拍照的时候，我觉得等我一下，就是做作王。除了搭配做作的配件，过了30岁，他喜欢的妆容反而更简单。专门在遮熊猫眼的遮瑕盘，我会用黄色在大，就是这下面比较大的范围，然后橘色就会用在比较深色的泪沟。我都是只有眼线，然后跟睫毛，然后跟一个大红唇，这是我最近女人过了30。喜欢的妆容，我发现我是眼影很多的时候会显得比较成熟。再来就是我年过30，喜欢亮亮的东西。我很喜欢自己做的指甲，就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在外头做的。但我这我自己做的，看到吗？法式指甲，然后是银色的，对，看起来挺专业的嘛。最后谈起他很重视的唇部保养，它非常好用，是因为你要乳主包是厚的，所以涂起来非常的爽快。再擦这个的先天要件就是你不能有皮，你知道跟人家拉皮的时候比较方便，对，因为你亲到一个那种冬天很干燥的嘴唇之类的嘛，对啊。